大家好，我是默默，今天教大家怎么能撕的标签撕下来，不留残胶，超好撕。现在就开始吧。有些外面买来的网单，上面的贴纸就很难撕，但这样撕下来就很丑。今天教大家这招，用吹风机这样对着贴纸吹吹，吹完之后用镊子撕撕看，这样就可以很完整的撕下来啦。哦，哇，撕的好干净哦！姐姐，你看，撕的很干净，很漂亮。你看，很干净。但是要注意一下，有些捣蜡块的材质，像是陶瓷、不锈钢之类的，最好多用镊子，不要直接用手撕，才不会被烫到哦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